我看，要不还是把曲筱绡叫起来吧，她这姿势太难看了。白帅哥来了，帅哥，嗯呢，这么有效果。 厨房那个就是白秋莹莹迷得七荤八素的白帅哥呀，什么眼光呀？声音小一点，人家听得到。<笑>那我还用帮你做什么吗？你把这葱剥了。好，把这个剥了。<笑>不过他帅不帅这种问题，本来也是很主观的。那也不能主观成这样吧？秋莹莹粘他粘的跟什么似的，可我看他的眼神啊，从来就没有在秋莹莹身上。你注意他眼神吗？ 滴溜溜四处乱看，连小关都不放过，是吗？十有八九啊，猥琐男一个。<笑>